香港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孟耿如。大家好，我是林哲熙。女鬼桥呢是改编自台中东海大学有同学在直播时撞鬼的真实事件。我们电影里有非常多恐怖而且压迫感很重的场景，保证会让你们从头吓到尾。提醒观众一下，片尾有彩蛋，一定要看到最后。更重要的是，不要剧透。香港戏院见。每一间学校都有一个猛鬼传说。轰动校园真实闹鬼事件改编，惊夺台湾电影两周票房 No. 1，挑战玩 live 游戏，直播闹鬼禁地，全城见证女鬼现形。红衣小女孩猛料团队黑破胆力作。5月8日，女鬼桥。